Ebrima, Jera, Hu, Evident, Ram, Jehovah, Jot, Jung Wida, Masali, Yuko, Kine, Das. 尊敬的 Ebrima, Jera, Hu, Evident, Ram, Jehovah, Jot. 尊敬的各位来宾和专家,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我的同事们、老同事、新同事，还有朋友们，老朋友、新朋友，今天我们有幸聚集在这一个大家都会有不同感受的庄严的巨大的建筑物里面，在这里第一次举行第18次国际建筑学大会的。 第二部分内容，这个大会会见很多人，而且呢，那些报告就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今天的这个筛选，我们为这个筛选进行了很多的考虑和讨论。你看，我们讲这两个主题，谁和图？ 还有非洲，大家知道，非洲啊，可真是我们的娘家啊！那真是非洲的水啊，那真是非洲的土。你看，就是非洲的水，教会了我们整个生命世界。也就是非洲的土，那真是我们的母亲抚育了人类的祖先，才有我们现在的大地。今天。 我们非常高兴，堪比亚的大使，还有两位我们的同事和专家，都在一路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报告。而我们自己呢，也要感谢我们的国际独立顾问委员会，我们准备了很好的主题，但这些主题都需要很好的报告来做报告。我绝对相信。 一定会取得完全圆满的成功。也作为ICG-18第二部门的压轴席，我再一次对冈比亚大使和两位冈比亚的专程而来的客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再一次对在座的。